你好，先生，打扰了，你需要点一首歌听吗？不想听。先生点一首吧，今天点歌的人少。谢谢。你会唱什么歌？你先点一首，然后看我会唱不会。哪一首你会唱的吧？哪一首我会唱的？那要不我唱一首《情歌虽老却动听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那先生，那10块钱一首。可以。那好，那我就唱了啊。好。不怪风雨淋湿我的心，不怪岁月蹉跎你的情，纷纷扰扰走过的一程，多少恩怨都已化成风。可以吗，先生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你唱的非常棒。好，谢谢。多少钱呢？10块钱，10块钱一首。扫码吧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先生。那啥可以改的。好。好的，好，谢谢先生。好。